好，我是 INTO1 高卿尘，然后今天我们承托了半年，然后今天很重要，因为我想跟大家讲话，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每天支持我们，然后呢，因为有大家，所以我们有力量，有动力，然后我真的希望未来的时候，不管是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，或者几年，我希望大家会陪着我们十一个人，然后会永远陪着，永远支持我们。然后呢，我真的希望，不管是哪一天，但是每一天我们要一起开心，然后做工作的开心，吃的开心，玩的开心。然后最重要就是，我希望我们的作品会让大家开心。所以，我们其实要跟自己说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说，好吗？半年快乐，因为有大家了半年，所以我们真的很开心。嗯，好吧。